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平，我是玉佳。今天到了礼拜三，所以我们来抓鸟蛋喽。好，那今天呢？这个是还挺可爱的法老王猫咪。这个是四月下旬才刚出的，所以很新。很新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喽。哒啦，上面就写很可爱、很可爱的猫咪法老王的。模型，我看到它的时候，我想到那个《星际异攻队》里面的那种外星人的样子，不是很多颜色嘛、嗯？然后想到也就是有点像，有一个族不是都是这样子的感觉吗？你记得吗？他们也是黄色的，然后很埃及艳后的感觉。哦，那个什么神，他是什么神族的啦、啊？对，了解。所以你说很像这个？嗯，所以我就马上就看到，我就觉得好可爱哦。好，那各位，这个五哥啊，那有一个是特别是埃及样貌，就是用土做的那种模型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抽这五只，希望不要重复。然后尤其是那个特别棒，对，希望可以。好，今天抓到这个入场了。好，我加油的。Let's go。第一只不会重复、啊、白色的那一只、白色的猫也很可爱，只是不知道是这个还是这一个，还是两只是、那个你刚才指的第二个，这一个、对对对，这一只灰色，那会重复了吧？哪一只？也一样是灰色吗？嗯。玉长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啊？不会吧？好。好想把这一台扭蛋机拿起来摇一摇。太夸张了。黑色，黑色，所以一二三，这样子没长到。对，我们刚好就是抽到刚才指的那三只，好可惜。没有帮你抽到你的爱情。想要的，好吧，没关系，那，好了，命运，回家开箱看看细节。好，好，我们回到家喽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这个超级无敌可爱的猫咪法老王。好 ，OK， 好，首先介绍这只白色的法老王猫咪。第一次打开这个白色的法老王猫咪，就给人一种非常高级的感觉。白色跟它戴上法老王的那种帽子，让人觉得它就是一只高贵的猫。这样子的法老王的帽子是比较常见的颜色，就是黄色配上绿色的。法老王的形象在它身上就是马上可以感觉到埃及感。仔细看侧边猫的身体，它是有把猫毛的形态勾勒出来的，我觉得这一点做得很棒，让这只猫就是变得更生动了。好，介绍第二只灰色的猫呢，它的头盔呢是银色跟红色的，让我想到我们昨天看的蚁人。那大家看一下它的表情，眼睛是直勾勾的盯着前方，看起来有点呆，有点呆滞感。下面它有小肉球，三只其实都有，那每一只都有不同的颜色。下面呢，其实有一个小接缝，是在这里。有点小，它是上半层跟下半层合在一起的，做的跟毛的纹路有点像，所以它很难被发现。好，第三只是黑色的猫，这只猫我觉得非常的帅，它的头盔是金色跟黑色的组合，它的胸前呢还有一个项链，我觉得那个是爱心。这只黑猫的眼睛呢，我觉得比较好看，比较有神的感觉。然后这三只有一个可爱的共通点呢，就是这三只猫咪的帽子都可以拔下来。喂，啊啊，掉了，拍谁？喂，
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大家仔细看，他们都是折耳猫，因为他们都戴着头盔，所以做成这个样子就不会让耳朵受伤了，非常可爱吧？这样子看就没有那么像守护埃及的神明，就是普通的猫咪，超可爱的耶。是不是也觉得这个法老王的猫咪非常的可爱啊？只是有点可惜，我们没有抽到另外的两个。对，尤其那个特别版。就是全身金黄色的那只，非常的可惜。如果台湾有出的话，希望去抽的朋友呢，也可以抽到那个特别版的，非常的可爱。对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好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。拜拜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我们最新的影片在这里，最热门的影片在这里，记得帮我们按一个赞哦，然后再帮我们按一个订阅支持我们哦，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